这个小孩从比赛啊到现在，他一直在退步，去接触比赛，然后激励他，然后给他一个比较长远的理想。我觉得这对小孩子是正面的。他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还是希望说他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有问过小朋友本身，他也是觉得说他如果要打，他就是一直打。这是属于俱乐部的球场，他们这边唯一很令人家困扰的是，他们会员只要5点多出现，他们小朋友就必须要看，就要赶快整理，所以5点半就要拱手让他们。这一点就是这个球队最刻苦的地方，就是等于说，人家正常的球队正常都有训练的时间，就算没有自己的场地，可是也是要安排说时间给小孩子训练足够吧。我觉得第一个缺的是教练的，因为其实你说真的，你要有非常有效率，然后把学生的成绩在比较短的时间带出来的话，其实是你应该要增加教练的资源。我们连学生的队服，都是我们还要去外面帮学生们找赞助，才有钱买学生每人一套比赛出去穿的服装。我们是希望说在球跟那个线的方面可以帮学生多找一些赞助，因为这边是红土，那我们另外一方面是在营地训练的话，那个星球开下去可能半个小时，它就已经变成比练习球还要烂的球。品性吧，不会要求那么多，但是你就品性要做好，不能说谎，然后要礼貌，这样是从小朋友来，从不会，然后到他成长会打球，然后进步，然后比如说个性上有一些他一开始来他可能很内向啊，还是有些事情比较不会做的话，我们会从中再去帮他做一些改变，都有进步这样。那为什么会喜欢打网球？好玩，打久之后就会觉得没东西。很好玩，很好玩，有兴趣。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选手？想要点是朱可、费德勒。那你想要跟他们一样吗？想。想。来，教练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比赛是 OEC 台北 ，WTA 是 Women Tennis Association 女子职业网球。会继续做是因为，其实是因为我看到小朋友热情，我看到家长的支持，所以我们才会继续在这一块。我们很清楚，就是你如果来训练网球的这个环境的话，其实打网球的环境是很单纯。当你有这个机会，你可以把这种技术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尽力的去做。那当然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。你看，没什么资源的环境之下，我们还是可以练出有一些成绩出来，其实我们在这部分我们是还蛮不敢说骄傲，但是至少我们还算有一点点小成绩这样。我们将要进行热身。
所以我们现在先不用球拍，我们把球拍放到他那边，膝盖可以弯一点点。好，别碰，别碰。看他们练习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有那个小朋友看起来那鞋子好像不是很合脚，然后还不是那种专业的球鞋，其实会有点舍不得啊。就我们都会教学生说，如果你长大之后你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希望是就希望你跟我一样可以伸出另外一只手，然后就拉人家一把。